开始了吗？好，母亲啊，好，开始了，可以试下来了。现在是经过二十分钟是吧？经过多久？二十分钟。OK。一盒里面是五片。五片。嗯。是很可惜的，这个还没有干啊、哦。如果干了的话，它的效果应该是更好。不过我没时间了，所以我们要做二十分钟就先把它拿下来了。来，您这个可以拿来保养手、手膝盖什么的。哦。剩下精华液。嗯。然后脸上的我就帮你按摩到吸收。还有人要等着体验吗？没有，理事长在问。啊，理事长。啊，所以没有是吧？就是我们两个，你看我们多幸运呐！最勇敢。最勇敢。白老鼠。不是，我们最幸运了，对不对？小天使。是。有小天使为我们服务，你看看多么荣幸啊！哇，坐得好舒服啊。嗯，多么荣幸。对吗？可以啊。把手也给它尝尝。两只手可以比一比，不一样。我两只手都已经擦了，不好意思。啊，那就两只手没得比，都打比脚。我准备脚也擦擦。女人，你真的弄完了？没有，两个不是勇敢的女人，是幸运的，对不对？两个幸运的，要小天使帮我们服务。我帮您上那个乳液，好，帮你锁水。嗯，哎，弄完了。显软了，挺好。我的脚皮也擦一擦，充分利用。棒啊！充分利用，一点还有都不浪费啊！这里面还有，哦，那带回去的，跟我说带回去的，你可以带回去用。可是这样湿湿的，我怎么带？别人帮你，它不会漏吧？帮你把它用那个胶带封起来。啊，对对对，很好。嗯，好舒服啊！谢谢你啊。哎，多么幸福啊！哒哒哒哒哒。让我想唱起一条歌。什么歌？十八的姑娘。哇塞！现在要来照那个洗那个之前跟之后的照片。好，来先